咱们这一波正常红开，教你们怎么对线，教你们怎么打野，看好了啊！ 咱们这一波正常红开，教你们怎么对线，教你们怎么打野，看好了。当我们现在这个是什么方？蓝色方对吧？当我们在蓝色方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玩？请你看好。你要知道，现在我们打的是钻石局，我基本上每一把都是 BC 的，懂吗？你学了之后，你在白金局、黄金局也是乱 C 的。我们现在是。 钻石局乱 C 啊，钻一局都是乱 C 的，所以大家如果想提升一下自己的时候呢，可以学一下。打完红，刷石头人，交成金，好的，喝药，不着急。 上路被拿一血了，剑姬的一血被拿了呀，兄弟。好，然后走的过程当中，他这个 CD 已经在慢慢好了，再投机，对吧？这把刷野速度还可以了，这把我们的刷野速度还是不错的。好，小小的拉扯一下 ，W Q， 好，再往回拉。 三级了，三级下路抓不了。看一下边路，目前的话下路这个血量，我去下的话最多骗个技能，杀是杀不了的，懂吗？三狼刷了，再把好蓝 buff 吃掉，很完美。嗯，但是狗熊的话应该会跟我抢红，感觉，所以狗熊应该会跟我抢。 上路感觉可以抓一下，这上路这么玩游戏他就不太好赢了。这上路这么玩游戏怎么赢？我想吃他这个兵线，但是剑姬复活了。我如果吃他兵线的话，我就暴露了，兄弟们。不行，我不能断我的节奏。咱们这一波直接去下，哎。 兄弟，这一波河蟹一定要帮我守一下，兄弟们。你怎么就死了呀，哥？下路两个人，你下路两个人在玩什么呀？这下路，我操！ 不行，被包围了，坏了！能跑不？875，他直接把河蟹拿了，我死了。他上路河蟹肯定拿了，走，没事，不慌。这个英雄打野这么强吗？我靠！ 狗熊打野挺强的，但是没有用，兄弟们不要慌。他虽然说这一波节奏很好，但是这一把我来给兄弟们来把逆风局教学，好吧？不要慌，这把逆风局看我怎么起来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不着急跟他打，他现在等级很高，其实他等级没我高的，他刷野没我快的。 偷个鸡，别慌！我不知道这个吸血鬼有没有把对面的闪现打出来，感觉可以越塔。好，有吸血鬼的局可以越塔的。哎呦！ 差一点，操！本来可以，本来可以嫖一波，差五级了。
我留了偷刀鸡吧，走，不要慌，把他鸡要吃了，可以，完美。嗯，真的肥，上路有点小崩。上路他这个血量，你信不信我打不死他？等待子程序启动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剑姬来了，嘿嘿，他以为他赚了。哎，信不信？哎，亮牌，我靠，亏了吧？不要慌。嗯，他跑了，他那边有眼了，看到我了。好，他这一波抓人没抓到，这个时候他没抓到人，这个时候我干嘛呢？没错，赶紧发育，我先到六的。他五级，我这波吃了我六了。来了，毙了毙了。嗯。铁刺鞭，操，麻烦。没事，他这一波被我杀了，我就起飞了。那他溜了，他刷我石头人了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我就是风暴。你敢反一个红试一下？不敢反吗？不行，看不了。他们活不长了。偷个鸡，别急。这个时候不能急的。他跑了，我偷小龙了，走，吃小龙，哦，聪明，他节奏这一把确实很好，兄弟们，但是他节奏好，我不能被他的节奏打乱，兄弟们，我也有我的自己的节奏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候你们不要着急的刻意的抓人，你不要着急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一包的小龙一拿，是不是节奏就来了？你不能着急的。这把确实他节奏比我好一点，因为我们第一波抓人没抓成功，没办法，这边插个针眼，能搞他不？翻墙，把他个闪打出来吧。算了，不行，看不了。帮下路可以 C OK， 别急。嗯，他这么越戳没有用，没有意义，刷野。嗯，我把蓝吃了，走，别慌，我想拿峡谷了。下路，走，下路打架了，翻墙，老偏了，可以，可以。那不用我去啊，操，那不用我来啊，你这搞得我逛街了，我靠，反他也走，你这搞得我太尴尬了，来，能搞吧？不行，算了，我这节奏被队友搞乱了，我来下他们，他们自己杀了，我刷石头人去了，刷完这个对面的死了，对面也七级，嗯，不慌，还是得抓下，下路不知道有没有技能，等我过来，我来了，可以勾引一下吗？不要慌。我在，
累了。来我。加速。还行吗？赚了。还行还行。锯齿短劈，然后幽梦，来幽梦吧，走，他可能在打峡谷先锋去的嘛，嗯，走，漂亮，哎呀，先把河蟹拿了，我已经插了个针眼了，这个时候我的队友得插一下。我没惩戒去的嘛，好烦、啊。走了，你别发信号，我要被他秒的。你看，你发信号没用。黑一下，黑一下。我不追了，哎，立功吧。我操，我没惩戒，没办法。还行吧，这还害人家，他妈双杀了，兄弟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靠，双杀呀！我打工了，赚了。嗯，上单是死了，他本来就惨了，那没办法。蛤蟆值了，三个还行吧，这一波挺赚的，不亏。嗯，这把其实搞得我节奏有点乱了，我们稍微。稍微刷一下啊，稍微刷一下，不黄的，嗯，我这个节奏是很好的，你要知道，不是每一把局都是可以这么抓的，懂吗？我们打每一把局就当王者局来打。好，小龙准备拿一下，不要慌，红 buff 吃了。咱们现在等级比对面的打野要高一点，我来了，往下靠一下，这一波下路塔团赢的话我们可以拿小龙，当然如果输了对面小龙拿。血鬼来了，上不了，他们肯定往回退的，有眼，有眼，来吸血鬼跟我过来，还眼，这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真准备走了，不能上，上不了。他打蓝，算了，走吧，别浪了，别浪了，搁这还浪呢。走走走走走，我守一波先。好，不亏。小龙的话，我可以拿，这一波可以拿小龙。我目测对面的狗熊应该去打红了，可以，猜的一点不假。趁他拿红的这一会儿，我们直接拿小龙，聪明。看到没有？这才是真正的打野。嗯，打野是要拿资源的，看到没有？可以吧？两个龙了。嗯，他去打红了。幽梦，鞋的话出一个 CD 鞋，走。这把其实最好出个水银鞋。但是我们出 CD 鞋也是 OK 的。可以，嗯，我们前期还是有做事情的，好吧？拿了两个龙，兄弟们，这把你要知道是什么龙，水龙，水龙厉不厉害？在所有龙里面。排第一的应该是火龙，
W， 搞他搞他，戳他屁眼了。哎，可以。下路怎么办呢？偷个鸡吧。剑姬能跑吧？剑姬，能跑就行。真的是小刀拿屁股让我开了眼。能跑不？还行，能跑就行。还给他撞了一下，下路好像有点小障。我帮这个剑姬拿了好几个头了。我帮剑姬最起码拿了三个头，第一波青钢影的终结，这一波两个头，三个头，这一波这咱家的这个剑姬不贼的话，对不起我，5-7-171刀坏了，感觉这个剑姬玩的不太行，峡谷还有我没野刷了，毙了没野刷，买个针眼吧，他们不带针眼的，买个这个把它卖了，买个红针眼买不了，钱不够。嗯，这把感觉他好像不太好塞，这把有点焦灼，兄弟们，有点焦灼。翻墙，我觉得青钢也挺好抓的，打得很凶，见面就打。都来了。哦，支援太快。嗯，哎，不能帮剑姬，兄弟们，这剑姬不能帮。嗯，打不溜，开了，还行，开了。没事，忘记了。嗯，想投不点了。嗯，可以，这把我不说话，幽默一开。你跑，死了呀你，不存在活的呀。对吧，直接死的呀，不要慌的呀。嗯，没事，队友现在阴阳怪气是很正常的。下路带一下，机会是有的，这把是有机会的，往下路带把这个塔给他推了。钢影来了，只有懦夫才会逃跑。窍门就是他怕了，他怕了，给他拉回来了。嗯，咱好歹也拿两个龙了吧，讲道理不能这么说的。这把虽然说节奏有点差了，但是龙也拿了呀。靠，很烦。嗯，我下次三郎不打了。哇，好，可以。下次咱们不刷三郎了，刷完这个直接刷。刷三郎浪费点时间，不行。再一波下，这不回来。他可能要开的，他们可能要浪。不行，操，太变态了。操。